哎，你声强，你们这个王八犊子！哎呀，停！注意一下，你们现在都重庆一家广播都打开广播，听一下交通之声。我车上拉的是儿科医院的方主任，我现在马上要上送他去医院，我们现在要去救那个孩子。谢谢，麻烦大家能够给我让一让吗？我求求大家了，能不能让一让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要去救那个孩子。电台里喊你，电台里喊你，哎，听一下。我是1063，1063，听到了，注意。我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请确认你的位置及车上的人员。完毕。我现在在靖宇街和三道街的交叉路口，我车上就是儿科医院的方主任。好的，我们知道了，请你带方主任步行穿过靖宇街，到下一个路口的十字路口向右转，有一辆指引车号为6749的出租车，请方主任上车，然后他们朝近路来到电台。明白，方主任。大叔，帮我开车。没事，放心走啊。还给你喇叭。哎，你留着用吧。放大夫，来，坐我的车。我的车，好，坐稳了，坐稳了，坐稳了，让一下，闪这里，闪这里，是方主任吗？是方大夫，快请上车，请上车，小伙子，下次再别走中轴路，谢谢你啊。快走！